不是，是因为接下来的歌都太可怕了，所以我这三个可怕，我觉得我们这节目播出去就完全没有音乐性了。我看，怎么了？竟然说跟我们两个合唱是没有音乐性的事情，谁跟我们两个合唱是问题出在哪？是我们两个太没有音乐性吗？不是，是对于一些比较高难度的音乐，他是说从这秒开始节目就是胡闹吗？是啊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你觉得难度来自于是我们两个不会唱歌，会拖垮你的实力，是不是？就是不是，是我真的不会唱，对。你不会唱，你在讲反话，你是歌手。他干嘛一直讽刺我们、啊？没有，是确实就是觉得说。也不是播出去没有音乐性啦，就是说可能观众会误解，就是说诶怎么会，所以他是为我们着想，他如果唱那个很难度的歌，他等一下我们两个人就会下不了台了，是，对，是这样，是为我们着想，所以唱一个比较简单的歌，对不对？也没有，因为你们应该是为我着想，所以才选，就是让这么别出心裁的歌让我。徐熙娣，你到底选了什么歌让他这么为难？我的歌其实还蛮正常的，是一首台语歌、嗯、我觉得只要会唱歌的男歌手都应该要挑战这首歌、嗯、港都夜雨。所以他没有唱过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没有唱过这首歌。你的实力根本就是应该要时常唱啊，港都夜雨超适合你的。还好耶，这首歌就很可以喝。还好哇、啊！就是滚上车、啊！哇、啊！不是，这只要是有点沙哑的声音，都很想要唱这首歌啊。确实是好歌，但确实是好歌。请问跟不是很会唱歌的人合唱这件事有很困难吗？不会啊，我不会困难、啊，因为这样就很像在婚礼勉强他唱是一样的意思。因为不会唱歌的人常常声音很大，会音又不准，就会把你拉跑啊。嗯，你可以自己试吗？这小子，哇，这个胆子！怎么样？要打烟？就是因为我怎么样？你在哪里有问题啊？你知道这节目是老娘的。其实是小敢问我，你我知道，我听到。怎么样？是警察还是怎样？没有，你有一首歌，哎，我真的听到，真的就是你有一首歌，什么？就是那 MV， 就是不断不断，你的男朋友都不断不断把你死掉。对，那首歌爱不持久。对，很你会那首歌？那首歌不好唱哦。你看我都啊，你没唱上去吧？情太高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那首歌我觉得那首歌很动人，那首歌现场很难唱出来，非常难，我觉得，而且也很难唱出 S 那韵味，基本上都具备了金曲歌后的能力才可以唱那首歌。那两句就好了吗？我不想失去你，又不知道如何表达，我爱你明明就在心里面回荡。来来来，你唱，你要唱的比我更有感觉。我不想失去你，又不知道如何表达，很适合哎，你可以唱、啊。而且你凭什么唱的好像很轻松的样子？他唱的好难，下不了，好像一部 K， 完全没有在顾你的立场。没有，你开始想要表现出这首歌没有音域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，不是，他就是要告诉观众说，你看看这么好的歌落入一个不会唱的人手里是什么痛苦。因为你想看我的表情是有多累，然后他在那边翘二郎腿，然后在那边，所以你很，是不是听到他这种声音你都会很同情？不是很喜欢，对，因为很有特色。你没有在家里面想说，不会唱歌的人真好可怜。我从来不把小孩子当成一个不会唱歌的，我都觉得他是我们音乐圈里的分子。音乐圈，对啊，你是音乐圈里的下下签。